幽深的湖面上点缀着微亮的蓝宝石。今天艾米带大家学习这个款式，先准备好工具，我们就开始吧。用北欧角胶的乳白色完成打底，照灯，然后用小圆笔取少量偶觉彩绘胶的绿色，在甲面局部点涂上色。再用北欧笔刷胶的蓝色填补空白的部分。照灯，重复上色。照灯，用黑色上色画出曲折交错的纹路。并对色块边缘进行拍打晕染，接着勾勒甲面边缘，同样向里晕开，直至出现斑驳的效果。空白部分可以补充一些较浅的纹理。照灯，试上一层光疗胶，粘贴上贝壳片，照灯，再刷一层光疗胶，使甲面平整。照灯，然后用绿色、蓝色、紫色分别在甲面上点涂上色。照灯，整甲刷上光疗胶，照灯，再打磨甲面直至平整，擦去粉屑，刷上封层照干就可以啦。
刻片可以掩盖晕染技术的不足，新手要多加练习哦。商品链接在下方，我们下期再见啦。